哎呦，包包的。你在找什么？找什么呀？你讲。找他。是不是找这双旧鞋啊？我想来找无你。给对象讲，明天早上就找旧。哎，我爱蒙城。我要来游浪，三天两夜。早上这么忙，你都不讲一下哦。要讲什么啦？我是你请的呢，要去度我的自由。啊，无你嘛跟我到这来参详一下。你这准输啦。像主输？你啊。你啦，你这主输啦。你在外面外遇，你有跟我参详吗？有没有？你有跟我参详吗？跪下你姑，你永远在拿这个来戳一下，戳一下。你真的很奇怪呢，什么奇怪？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吗？真的很奇怪，像个泼妇，懒得理你。对的，现在外面有女人呢、啊，看我这个不顺眼，那个不顺眼，对不对？跟我生活很痛苦嘛，我就不要啊。没有不可能，就要不要哦？你要看看啊，你滚蛋啊！你滚了，卖楼啦！哎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啦。凶个屁！